这里，那这 R 这很明显的是书写的内含音，所以你一看就不必念了啊。嘎，然后呢是嘎，所以一定要内含音，所以嘎嘎啊，后面又是你声音，所以你这里不往上提，就不能到你声音。那这个句有它大空音在转折，所以不一定啊要往上。把它当内含音也可以啊，这两个是不大一样，因为它有个大空音在转音，这个没有，这一定要用啊小声点念，所以嘎嘎哒，那自然就能够接到后面的你声音啊。这个地区很清楚了啊，这个 C 啊嗯吧。啊哒，这个也不能当内含点，因为它后面接你声音的哒，所以这里要小声点上去啊，把哒，啊这样你念清楚吧。等一下我们还有表说明啊。好，下来丢点，丁调声母跟高音调的韵母所形成的组合。一五 A O， 这你声音的韵母，对吧？这是个韵。那因为是高音，是低音调的声母，母，这个男声音的声母，也叫主音呐、啊，加你声音的韵母，所以变成中间音。啊，因为上加下，吃起来合起来除以二，所以在中间。你可以这么想，也是这样子啊，所以这等于是啊，这个答本来是男声音加一女声音的韵母跟低，就画在中间音嘛，低，中间音再跳到女声音嘛，低答，这一接就上去了啊。但是因为它是你声音，说前面这个字要加内含点，对吧？那一定要顿一下，滴答，不能滴答，滴答两个字，这嘴巴的舌头还没有转，有一个时间你要上去比较难，所以自然就会产生内含点。内含点，因为后面那个字刚好是你声音，所以你声音前面的字一定要加内含点。不都符合原则，对吧？在低高，好吧？来九，啊，这是这个音呢、啊，九是女声音，加是男声音，和加哦九是中音，九，这个有两个音呢、啊，我们说五长音的话，都放在中音，对吧？啊，所以九五五。往上提，五是可以往上飘，为什么？因为后面它接女声音哒，所以它会往上飘。对，九五哒，下面这个字是九分口音，那前面这个字还要是关内含音，对，哒啦才会下来，哒啦。你不要看字，你可以自己这么揣摩的话，那你大概学习到了。如果还不熟悉，没关系，要看字。啊，刚开始要看字，把这个理念搞懂，然后以后马上看到就可以念。啊，所以你学习才正规的学，你就要做功夫了。如果外面的人，他一个作语，他没有概念，那只有跟着你念，你怎么念他就怎么念。所以他一直要训，一直要训，啊，训好久他才会念。那很多人喜欢学咒语，又不好好学这个戏感的注意跟他的变化，然后就要用近代的汉语去注音，哦，看着都头痛。有网友专门来问啊，你网络上念的，那我注的这样对不对？啊，怎么去跟他讲对不对？
你那里面会表示高音、低音、内反音、中音，或者是什么音，那有写出那个汉字就对了，是吧？所以很麻烦的。所以你这些理念要搞懂，不懂你要再互相讨论，再不懂你要来问。啊，同学之间的讨论的时候，怎样呢？怎么那样啊？好，这个女生的韵母加男生音的声母，对吗？对，北黑。好，那是前中声音呢？中声音后面的嘎，这里也应该北，表现男音，北嘎，北黑嘎。你一看就知道了，因为它是女生前面要加内反音，所以这 H 一点，这里自然就形成。啊，对，嘎，对，对，嘎，你要念清楚一点，对，对，嘎。如果你没有念清楚的，对，嘎，那嘎就念 H 的音了。对，对，嘎。这边呢，男生音的声母加女生音的韵母。所以放在中间，不，那又是第五句，所以原来叫中音，在不那，在偏音了，就是低往上升，所以叫不那，不那。如果啊，你这里念内白音可以不可以？也不能说不行啊，因为你这个把它当作啊同样的音阶。或者是啊，这个舌内音呢，同样是舌内音，不好念。那是舌内音，不也是舌内音，因为不是这个舌内音的用，所以不那不那啊，这是我们所谓的德了。好，再来第六。低声调的声母加高声调的韵母所形成的混合音啊 ，E、U、A、O 等，会变成中音调，说明一样，只是后面接。若是此字母或接不同的部位发音的话，有喉内音、舌内音、这个唇内音这三个部位，那跳来跳去。不连发，所以你就要加内反音，是吧？这辅助你会发成中音调的内反音。这内反音啊，几个概念就是：女声音接后面的女声音，男声音接后面的男声音，是吧？再来就是这里所讲的三个部位不同之间，不管是。女声音对女声音，或男声音对男声音，它主要在三个部位不同中间跳来跳去，你都要加内反音，不然你念不顺。啊，你不要一直强调说我念得很顺啊，因为你不去感觉你的舌头到底有没有拗口，有没有不顺。我在念稍微不顺，我就知道不对。那你说听起来不会啊，很顺啊，那我没有话讲了，是吧？所以这个就是你要主气去思维，为什么细谈诸所谓细谈，就是在斤斤计较这些道理。如果你不计较的话，你就细谈学不好啊。这舌头稍微有一点偏差，有一点拗口就不对，你就觉得不对。就要去思维。好，那这个挂五零的当中啊，苏阿里达乌里萨嘎就是促音的意思了哈，但不升降。为什么不升降呢？啊，因为在同一个位阶的，所以不必升降啊。下边嘎没嘎哈，不必把这个啊提高到哪里去了，就还是在中间。没嘎哈，接嘛那啊，终于，
这个是在舌内音，这个是唇面音，又回到舌内音，在这三个字，你做自然的可以加面反应啊，接马那。啊，如果念空音接上的音来念行不行？念马安那也可以啊，这个你要学到空音跟接上的音来念，啊，也可以接这个马安，当来转折接马安那，不然你就要念接马那接马那，才比较能够在三部位之间转折啊。那这个嘎哈，因为后面有气音了，所以助人这个助人一定要念反音啊，念嘎哈。好，下来第七点呢，音调声母就是男声音的声母，加高音调的韵母所形成的混合音，这是这四个啊，一五零。到了里里鲁来形成混合音的时候呢，如果后面这高音调的字母，那你要从中音调往上滑至高音调结尾，低音调加在它的声母加高音调的韵母，自然就形成中间音了。那中间的话，如果接到高音调，所以自然要往上滑，所以这个 E 古代没有这个长音了。那后来加了这个长音，你一看就知道要往上飘。他古代没有长音呢，他自己也知道往上飘，不然你就分不出来。啊，现在搞清楚了，古代跟近代，也不是说近代，是西元五百年左右，跟西元前五百年，那时候跟西元前、西元后差一千年，那这个西台呢，已经建立了一个比较近代的规则，所以才有这种长音的韵母出现。那其实过去没有这样，他们也会念，自然就知道往上飘了。啊，这讲这个作为事情，注意，数数韵母，以五里如数可真可得，对吧？这刚刚进入细论的那一面已经告诉你，下面这个是四个字，那韵母是可真可得。那要真要得，要看后面接的字，啊。如果是接女声音，你就一定要往上扬；如果后面是接男声音，或者是中音，那你就可以用内含，内含就形成得的音，是吧？所以可真可得啊，不可以往上飘，也可以往下滑啊。如果后面接男声音的话，就要往下滑，要依或依字母高低音来取舍。不是只有往上升啊，也可以往下滑啊。在我们那个舌光座里面，乙对吧？乙就是往下滑，那五就往上飘啊。因为我们十六音要前后都要连接，啊，如果碰到后面的连接字不一样，那就会改变。往上飘，往上滑，不一样的情形会发生呢。啊，啊，就像这第一个字，这个 PA， 它是女声音吗？这个男生的声母加女生的韵母，不管是长短音啊，因为它后面就是女声音，所以一定要往上飘，所以底一啪。那后面马上又降到男声音，所以这个是你马上知道要加女含点，不然念不下来。所以底音啪嘎
出来之后要怎么样，不然你这个爬要跳到第三阶的最下啊，一定不行，都要自然，你要加涅槃点。那你会问了，那不是你生命前面才加涅槃点吗？那是大部分的规则，但有一些男生命的前面，男生的助理前面也是可以加涅槃点啊，所以西坦没有绝对的。你看西坦藏里面，他还是这么加。这个都是最标准的例子了啊！这里不加，你就马上要跳两阶了啊！啊，如果加了这个，有什么事情发生啊？他加了涅槃点，他这个自然就降到中阴阶了啊！所以底一把打，那就只要跳一阶了。柱面上看起来是跳三阶是吧？那你知道说这个涅槃点这里要降到中阴，所以底一虽然上去，但是还要先下来，啪打啊，那这样就是跨一阶跨一阶，保持跨一阶，永远不会让你跨三阶啊。这个理念要搞懂，那理理这个要接上的理来念，理理的。你这个如果要往上提的话啊，有两种念法，一个是往上飘，因为我们现在的题目是要往上飘，所以你提你的，那我念念盘点可以不可以？也可以，你提你的，那你这个你就当念做念盘念盘音，好爱一点点，是吧？啊，不然如果要往上飘，符合这个规则的话，真，所以你要比一零一大，不然你就念比一零大，是啊，爱念念反应。好，那这里这个跟这个一样啊，但是这里呢是下来要再往上飘啊。第一批到中间音，因为它念念反音。第一批嘎啊要往上飘，因为它是下声点，是吧？啊，这个力画了如啊，你要画 L U 也可以啊。这个中印度的音是如，因为方面是你声音，所以这里要加念反点。就很专注，就停一下，噜，哒，哒，三个字都要加涅槃点，噜，哒，哒，啊，前面这个加了涅槃点就变中间音了，所以等于是说噜，哒，哒，只有后面这个字才升到中间，那个字还是在中间。你现在看好像都在上面，对吧？这个柱在中间，这个柱也在中间，因为加涅槃点，而涅槃点柱呢要降到中间，中间这个没有办法再变了，所以这个只有高高音，对，噜哒哒，啊，噜哒哒，好，那等一下再看三个阶的图表，下来第八点，这个第一声声母加高音的韵母。也是这四个啊，里如里如等长韵母混合音呢。如果后面遇到的一个字母是高音调来争的时候啊，从中间音调发音，然后形成涅槃点，占高音处促音结尾啊。来，这个我们知道。音有真的艺术，那后面它有一个 T， 这个 T 就代表涅槃啊，那后面又是修行点，所以等于是这两个人是没有平行的，都是在中音调，但是你这里要画涅槃音啊，啊这里要往上。
啊，虽然是长音呢，但是底下是左片口音的啊，这个拉，那左片口音前面这个柱，虽然是长音，有可能就是内含音啊，所以它有两往下，所以五嘎拉啊。他在这讲这样中音次发音要形成涅槃点，在高音次结尾啊，摩嘎摩嘎拉啊，就上去当做涅槃点的高音结尾，但是后面又是拉，所以这个再拉下来，摩嘎拉，那这个柱啊。帕拉，这里加涅槃音的话，就调到中音帕拉，对，啊拉，当作修行点，帕拉瓦利达，都要讲这个离达，要往上达，当作结尾，啊帕拉帕拉瓦利达。那就是讲这个力，它往上啊增，然后到最后结尾到你声音的大啊。第九个是这个低声调的声母加后面的高声调的韵母，也是这四个字啊。一如你如等。长音韵母会形成混合音调的时候，如果后一个字母为低音调，那低音调会形成德音，所以这中间音调发音以后形成涅槃点，在中音调这里或者中高音调这里结尾，要看后面的字数是什么啊。如果中音调就中音调结尾，如果高音调要高音调结尾，哎，那这里后面这个柱地，把它画成涅槃音的话，虽然柱长音呢、啊，但是因为啊都是一样的，前面男声音的声母，后面的男声音的声母，然后这里第一个是女声音的韵母，后面女声音的韵母。在地，你这里念念反应呢？地，在地西，再往上飘，地西，啊，但是在中音调，但是后面是高音调，在地西，啊，这个念 L I 了哈，啊，你要念 L U 可以吗？也可以，因为后面是一粗音，啊，所以如。瓦那鲁瓦那利瓦那也可以，啊，这是初学的涅槃音，这个R不念呢，瓦那利瓦那，那瓦的前面要涅槃音的，所以利瓦那，或者鲁瓦那，你要看发南印度音或者是中印度音都可以啊。